都到斗王级别了，你这家伙一时做了，又是两年时间。休息一下吧，剩下的交给我来。臭小子，他们杀了我们两个学员，你千万别放过他们。放心，一个没有。好狂的口气，看来迦南学院还真成些狂妄的家伙呀，小子。 老子也念让你瞧瞧，想叫做人外道人，速度还可以。你隐藏的实力，这家伙实力比两年前更加强横了，此人竟能与四长老抗衡，这般年纪，我竟然是斗皇。 学长好生厉害，原来他真的能掌控异火。没事吧？还好，吃了你的丹药，在休养几天便能痊愈。只是可惜，让那个家伙逃了。哼，跑不掉。在哪儿呢？那些魔眼谷的坏蛋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来晚了。紫言，没想到你连他也带回来了，大长老可经常念着呢。切，那老头没事念叨我。 肯定是又想让我去当苦力，帮他满山的找药的。还好赶上了，希望还不算太晚。抱歉，本想抓个活的，没想到这家伙中毒后直接毒气攻心死掉了。为何跟在这家伙身旁的人都如此之强？ 你们，无涯，干什么？他们是万仙门的鹰，破土，拦住他们！是。走。
表吗？若是你万仙门出了叛徒，恐怕你的手段比我还狠十倍。无涯，我待你们不薄，你们在独宗更是位高权重，没想到你们竟然会背叛我。我们本就是万仙门的人，何来背叛之说？所以昨夜那蜈蚣就是你放的？原来是你小子。万仙门与独宗之间的争斗你还没有资格掺和，劝你不要引火烧身。如今独宗只剩四位斗皇，万仙门加上叛变的三人，却有八位。上次匆匆交手，胜负未分，今日便让老夫试一下，你这小辈究竟有何资格称霸朱云帝国？那便来试试。你们小心点。宗主相助，你真当自己能接住我们五人合击吗？哼，天火三玄变。这小子应该是用秘法提升了实力，我们拖他一阵子，他虚弱下来再与他性命不迟。难怪会被天毒一清而压阵，果然不是庸手。
鼠辈的勾当，晚辈言萧，歇山门主如此看重，那便牢记在心吧。我记住了，今日不管是你还是独宗，都难逃一死。可是六星魔兽啊，他怎么出现在这里啊？这可是谢老费好大力气才收服的魔兽，今日出山就拿你祭旗。嚣张吗？谢山门主，看来你这正宗魔兽有些不太正宗呀。混账东西，现在嚣张只会让你的下场更凄惨。好吵，可惜现在局势明显对我们有利。可恶，本来我们斗皇数量占优的，竟被这小子除掉两名斗皇，又把我拖走，现在事情完全倒过来了。谢山门主这种时候可不能分神，一不小心可就步了无涯的后尘。想呗，不劳你费心。雪山，快召唤的人。强者，天毒女，没想到吧？
今日便是你的忌日。谢毕业，没想到你竟奈何不了他。铁护法，这毒宗宗主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今日这场大战对我万邪门异常重要，所以不得不请铁护法出手相助。要本护法出手自然没问题，不过报酬你也应该知道吧。铁护法请放心，你所需要的到时定会如数奉上。是你，我们本来能合作得很好，可惜你没有把握住机会，甚至还破坏合作，我只能另寻伙伴了。可惜你选错了人。铁护法，天毒女我来拖住，那小子很棘手，先去收他的灵魂。是吗？那行吧。小子，劝阁下还是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……否则，你又能怎样？看来阁下是打定主意要插手。他交给我吧。嗯，小心点，我将仙山收拾了就来助你。嗯，放心，不会让他跑定的。好狂妄的女人，斗宗强者在我魂殿眼中可算不了什么。希望你日后不会因为这个决定而后悔。你们魂殿的人总喜欢说这种无谓的话。你还遇见过魂殿的其他人？少废话！本护法倒要看看你有没有狂妄的资格。原来你也留了后手。彼此而已。高兴得太早了，老夫修炼这么多年，不信连你一个小辈都收拾不了。血魔蝎皇，老夫当年进入斗宗时，有幸获得一头即将进入斗宗的血魔蝎皇灵魂体，一直封印在体内炼化。今日便让你第一个试试我万邪门血魂诀大成后的威力。天毒女，你就来当我血魂诀大成后的第一个祭品吧。那就是毒宗总部天毒城，听说他完全被毒宗控制，是出云帝国所有毒师心中的圣城。这般深入敌人的老城还带着紫炎，恐怕只有你这般心的。找到了。放心吧，我若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会带你们来这儿。
他那蛮力即便是斗皇巅峰也能一战。倒是这独宗在出云帝国的地位比炎盟在加玛帝国都要高上许多。你若有他一半狠毒，将皇室的人尽数杀一遍，并且血洗其余各势力，那加玛帝国也能彻底是炎盟的天下。这我还真做不到，萧逸仙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一切都怪恶难独体。我们傻傻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进城去吧。不用了，他应该很快就来了。希望来的不是一堆独宗强者。看来他对小一仙还是心存芥蒂，希望以后能慢慢的改观吧。抱歉，刚刚宗内有要事商议，来晚了些。没关系，来了就好。又不是没见过，难不成戴个斗篷就认不出你了？出云帝国太混乱了，路上遇到好几个毒师骚扰，彩铃这是为了减少麻烦才戴上斗篷的。谁让你向他解释了？他们。彩铃，别冲动！不用你管，真要隐藏行迹，凭你也能寻出本王。在这出云帝国，没有我寻不到的人。找你们来，可不是想看你们吵架的。小一仙，你有魂殿之人的消息了吗？我回到出云帝国时，那魂殿之人便又来找过我一次。得给我一个解释，为什么突然要撤军，白白放过那萧炎？那萧炎麾下强者众多，强攻只会让独宗伤亡惨重。我想另寻个妥善的办法，再对他下手。妇人之人，何必在意那些蝼蚁的生死？对你的作为已经很不满了，你最好赶快把他给我抓到，否则继续惹怒魂殿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。我就是抓住这个机会追踪那个魂殿之人的行踪，才锁定他的去向。这家伙与一个叫做万仙门的势力有些瓜葛。他们的实力如何？那魂殿之人的实力不在我之下，不然的话他也不敢在我面前嚣张。万仙门强者不少，在出云帝国颇有分量，而且宗门内
还有个闭关的老家伙，以前我跟他交手过一次，极其麻烦，早就猜到他另有所图，只不过是想利用我们帮他扫清障碍。美杜莎，你若是把本宗想得如此不堪，大可现在就离去，你那点实力本宗未必放在眼里。彩铃姐姐别生气，放心，我若是不相信你就不会敢来。好，那我们明日就对万仙门动手吧。明日我倒要瞧瞧这万仙门有多强横。你们先随我到天蝎山脉，我们独宗的人马集结在那边防御万仙门大军。拜见宗主。不错，竟能接下本宗一击，看来为了对付我，你们万仙门花了不少心思。但今日蝎闭眼不出，你们万仙门难逃此劫，千幻夺权。蝎闭眼了，看着老家伙的气息已经达到四星斗宗巅峰了，机缘巧合下便能突破到五星斗宗。等此劫事了，也该寻找新的异火来提升实力了，不然每次都要拼尽所有才能与斗宗强者战斗。年轻人，没想到当初一战过后，你居然还能将出云帝国那么多势力清理掉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只要将你收拾掉，这出云帝国以后就是万仙门的天下了，省去我折腾的时间。那要看你这老家伙有没有这个能耐。独尊无老，结阵，蝎闭眼交给我。是。